做我的媳妇是要吃苦的，从此就没了安生的日子，没有彩礼，没有花轿，甚至连个美酒都没有。中华帝国，大皇帝万岁！请注意，民国是共和之国，在共和国里做皇帝，这是天大的讽刺。袁世凯和日本人签署了密约21条，卖国求荣，同学们的组织机会抗议呢。当年我连袁世凯都不怕，会怕你们？现在我们能怎么办？我们应该怎么办？我应该怎么办？同学们，冲过去！你他娘的算老几？我们今天的行动是中国美好未来的牺牲。